爹娘啊，你就偏得要看爹如你有鬼的。我宁死也不愿搁再嫁，也因愈多做迄个娘家妻。婚姻努力不答应，哼，不答应你也得爱答应。处理的婚事本来就由爸母做主啊。哎呀，我嫁予东爷，敢讲都唔是尊重父母之名实？你乱讲！这阵的婚事根本我都唔应准。哪呢？努力这世人，情愿都不爱嫁。哈？你讲？你这个不吃糟的囡仔，饲你大汉啊！哈，一句来一句去。万真受气啊！平日一旦动手啊，无嫁嘛是袂用的啊。我会慢慢啊靠近阮小姐待，你万真受气啦吼。哼，我才不惊你不答应，不答应你原来就爱答应。哼，是搞袂大吼。一个办法，会当替你解决问题。不是今仔日，奇怪，拄则我看中堂有来真侪人客，啊，搁有真侪礼物，你是要从啥物？别管你。对了，小姐，我叫你去探听情形，是毋是阮东兄最新的消息嘞？南山我已经去过几若逝啦，也毋过我就是拢找无四少爷。伊是去倒位嘞？敢讲，阮同乡已经比阮阿爹伊人生莫测，啥物人嘛毋知影。伫个草帽内面，只有安林甲关月灵牌尔。灵牌，如果阮表爷若是无作秀不测，是毋是伊无想要见人，所以才故意咧闪避咱？对。小姐，你讲安尼真对，若是伊四少爷个性是十分的坚强，真有可能，伊是故意想骗，无要甲咱见面。小姐，你早一寡粮食去南山，不管伊人是毋是有伫咧，你将遐物件甲伊藏咧，紧去。啊，对啦，稍等下，我来写一张批给伊。小姐，小姐。恁摕这个要从啥？江英小姐，
咱厝有喜事啦。喜事？是。退出去！老总，给我退出去！出去！有听到无？是是是。小姐，原来老爷已经收人的聘礼啊！也真管阮爹娘啊！董兄，伊即马人是伫什么所在？伊心受病啊！哎、欸，恁是啥人？哪会走对这来啦？阿姆，借问一下吼，你敢知影住伫这间厝的人？哦，你是要问迄个四公主哦？对啦，啊，伊人去倒位，你知影无？恁是倒位要来找伊的？我是四公主，是我的董兄。请问阿姆，你敢知伊人伫倒位？恁是叔伯兄弟哦，伊都无住伫遮咧。你敢知伊的去处？为着生活啦，无法度嘛，啊去柳家庄柳万威遐做粗工啦。做粗工？同样实在太可怜。恁是想要去找伊是毋？是啦，也毋过。路阮也无熟啊，是要安怎去？啊，无安尼啦，阮囝吼嘛伫咧柳家围路，我着想讲，才要来去甲看一下尔。啊，无我顺续带恁去啦。多谢伯母。Thank you.
行来行去，你安尼，我心肝来愈着急。小姐，要不安尼啦，咱来去柳家庄看一撮。袂用的啦，阿母叫咱在这等你，伊去找四少爷，拜你出来若找无咱，要安怎？担心同乡伊袂来见我。袂啦，咱也无甲阿母讲咱是啥物人啊。四少爷伊要哪会知影是你？哎，小姐，阿母回来啊！来啦，进来啦！四公主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啦，这个就是阮囝阿姨啊啦。四公主你好。阿姨兄。哈。啊，阮同乡来无甲你来。嗯，伊前几工，前几工就走啊。走啊？是啊。啊！伊什么时阵会过来？哎，可能袂过来啊啦。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啊，就发生一件意外的代志啦。阮李元贵怀疑伊甲小姐有暧昧，若毋是我偷偷放伊出去吼，我看吼，阮四、阮林贵兄可能早就无命。袂，阮同乡绝对毋是即款人。阿吉兄，拜托你，你带我来去李元贵遐，我甲伊解释一下。哎呦，袂用去！阮小姐为着这项代志吼，已经投这自尽啊嘞！就是出了名，不怪东爷伊唔敢倒转去。阿姨哥，啊，四公主要走的时阵，有甲你讲要去倒位无？我也知，啊，就雄雄公公就走，啥物嘛拢无搁讲。东爷。